铁牛车倒车不慎，复翻落四米深香蕉园。啊，上你好了，叮当，你往后面拉，往后面拉，往后面拉。往上没办法，你往上没办法，往后拉出去再往上。哎，有事。好，好，慢慢出来，慢慢出来。阿善满脸痛苦，从倒栽葱的车内被拉出送医。这名蛟龙昨天中午驾着载满香蕉的铁牛车时，可能因倒车不慎撞开弯道旁的水泥护栏，连人带车掉入四米深的香蕉园，所幸送医后并无大碍。外籍仔给他脱困，脱困了以后给他做固定以后，那送医院急救。不要摸。动新闻南投报道。